新市台北市立动物园现年18岁的公猫熊团团，在临床检查之后发现有癫痫的症状。动物园表示呢，在今年8月中下旬发现它的行为跟以往不同，食欲不振，这个嘴边呢还曾经出现过白色的泡沫。工作人员回放了监视器的影像进行观察，发现呢这个团团它发生了3分钟疑似癫痫的症状。那么经由台大动物医院的兽医来会诊，并且进行脑部 MRI 的检查之后，发现呢这个团团的左大脑半球有局部异化坏死的病变，而右大脑半球也有类似状况。那么兽医就判断说，这可能是造成他癫痫发作的原因，后续会安排团团来采取脑脊髓液的分析化验。动物园也预计会在今天的下午2点出面说明团团的身体的状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